开始入境中。 能听到我说话吗？喂喂喂，等一下，我调一下画面。 아니야 하지 말라니까 허락 안 됐으면. 된 거 맞아? 谢谢 K 한판 할게. 못 봐. 카톡 하지 마. 못 보니까. 할 거면 말로 해. 와서. 谢谢 K-san 送的礼物. 谢谢. 是现在在直播的，并不是录播。为啥要等 HK 结束才直播啊？不是这样子，是因为那个刚解封之后呢，那个就是权限还没有完全开，所以在等那个权限好了之后才开的。今天我试了一下，突然就可以了。刚才试了一下，刚开始可以，后来不可以，又重新来了一下，然后又可以了。
있습니다. 자, 바로 大家好. 마이크로 한 판만 할게요. 我先第一把就先不说话了， 다만说， 然后那个， 下一把开始好好的说话， 因为是突然的， 突然之间他在玩游戏的时候， 我突然开播的， 所以就， 不好意思啊， 为什么被封？ 那之前我可能是就是， 挑选音乐的时候， 挑了一个有点问题的音乐， 所以， 挑了有问题的歌曲， 봐야되겠네， 你天天坑豆爬，确实我比较坑他的。意思就是我们这么久没的直播看都是你造成的，差不多了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歌，反正是有问题，因为是在那个。 用的那个海外的那个网站，所以才有问题的。以后就用 QQ 音乐给大家放歌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爸爸还不开除你，你天天搞他。你们别这么说，好久没直播了，我有点紧张。你也拉我进粉丝群好吗？可以呀。 你要被扣了多少工资？我基本上三个月是没有工资拿的。谢谢大家，我想死你们俩了，谢谢。<笑>是好久不见了，三个月没见。刀帕刚过完生日，出了问题，有三个月没有见到大家了。现在刀帕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好。 活该就有点过分了吧？扣了三个月工资，对呀。 三个月是没工资的，我也是很难受的，每天都在等待那个解封。
每天都在等。상대발음빠른데对面的话大龙还是比较快的，感觉我说话都有点不顺溜了。他有没有跟你生气？他有一点怪我，但是没有那么直接说，就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呀、啊、这样子去说过我一次，就是应该小心一下。谢谢拉罗送的血瓶，谢谢拉罗，谢谢，感谢拉罗送的血瓶，谢谢。哎呀，nice 漂亮。哦，你这个没抓到，这个竟然没抓到。谢谢阿文送的 Timo 帽子，谢谢。还有神秘人 3.0 送的血瓶，谢谢。还有 O 送的一个血瓶，谢谢 O。和杰尼龟送的粉丝牌，谢谢杰尼龟。剑无仙送的血瓶，谢谢剑无仙。还有谢谢神秘 3.0 送的粉丝牌。킬따야되는데욕먹는게아니고应该得拿人头的，并不是去拿小龙。爸爸说应该得사와야겠다，怎么也得拿一下头才行。이때이기나现在一对一能赢吗？我看一下爸爸分数是多少。现在刀爸现在是1097分。谢谢 Humber 新 Mana 送的六个血瓶，谢谢。谢谢 Mana 送的六个血瓶，非常感谢。谢谢谢谢。现在 Dopa 韩服没有在打，基本上都是在打国服的。Dopa还是想在国服。是呢。是。去过一年。国服登顶的。每天都在打国服。我的话给哪呢？爸爸说是不是他们在打呢，打大龙，为什么不去确认一下？
谢刀帕送的66个福粮，谢谢刀帕。嗯，现在尽量往上爬吧，反正不管能不能爬上去，反正刀帕是尽量往上爬的。谢谢大家送的虎粮，谢谢王智慧送的虎粮，谢谢。感谢大家送的火粮。安踏个그냥안됐네。现在打团有点打不过的。万年不变的造型，大家好久不见，是呀，好久不见啊！战神墨镜、战神衣服、墨镜一点没变。谢谢 Mr. 送的61个火粮，刀卡一直都是始终如一的。谢谢 GFDHJFF 送的好多粉丝牌，谢谢。衣服质量好，谢谢年华送的50个火粮。看你直播9年了，加油，谢谢。
爸爸不是瞎子。戴墨镜酷一点，爸爸喜欢自己酷一点，像有点像那个武林高手的那种感觉。队伍里有王继超啊，爸爸基本上没直播的时候也没怎么直播，也没怎么在其他地方直播，只是天天自己上分。基本上就是以休息为主了。哎呀，今天开播第一场就输，有点可惜啊。爸爸今天是从4个小时前已经打了5场了。败了，这把输的话好像是3连败啊。고맙습니다谢谢大家送的礼物。